包盐脂粉，开大火焖煮三分钟。年夜饭可以做一道白灼鱿鱼，鲜嫩爽口，关键做法还很简单。水开下绿豆芽、芹菜烫后淋上这个酒店都在用的白灼汁就可以了，鲜嫩弹牙，绝对是第一个光盘的菜。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，中小火煎豆腐，煎至18面金黄盛出备用。豆腐让豆腐裹上酱汁，再撒点芝麻，滑嫩鲜香，而且做法非常简单。切好的鲈鱼用清水汆的，赶紧做起来吧。给孩子在家做芒果布丁，安全又放心，没任何防腐剂。一米加滚烫的开水放入杯中，加入刚刚做好的奶茶就可以喝了，这么简单。丢丢牛奶，两勺糯米粉，搓成光滑的面团，再搓成小圆球，过一遍。放葡萄干，盖保鲜膜扎孔。饼能这么好吃，入红薯球压成饼，蘸些黑芝麻，小火煎至八面微焦。